在这儿拍一组泰式街头情侣大片。泰式按摩我哥，泰式情侣是什么呀？你看不出来我今天穿的是泰国校服吗？弟弟们直接来吧。哎，这下雨你还要出来帅帅哥？我早就想拍一组下雨天的情侣大片了。下雨天没有人在街上逛。咖啡店不看。好，据我所言，咖啡店必出帅哥。哎，看上面那个，好像还可以啊。是个女孩子，我没看出来。哎，这还有一家。你看，人家小情侣也来拍照，上去看看。没有。今天不会没有收获吧？哎，怎么？我怎么感觉那个？可以，你摄影师不会生气吧？我生什么气啊？哎，那我讲，你